叔叔这张剪的怎么样啊？剪的不错，剪的再黑一点，看起来就更富贵。哦。大伯，你要暖暖剪的好。哎呦，主任来了。哎，主任说。哎，这个我介绍一下啊。哎，暖暖，暖暖，你好。是这样，这位呢就是咱们县文化馆的王馆长，这个同时呢也是咱们省民间艺术家的这协会理事啊，协会理事。理事好，理事好啊，这王馆长，馆长好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这个王馆长这次来呀，主要是征集咱们暖暖的讲话作品。馆长。那别人的作品要不要啊？啊，有的话都拿来啊，多多益善，越多越不嫌多。那给不给钱呢？啊，快。咱们这次征集的作品呢，是主要用于学习、交流、展览，是非盈利性的，所以白要啊。啊，快。虽说不给钱，但是咱们这次入选的作品是要被文化馆收藏的。啊，这对于提高我们个人的知名度，也都是很有好处的，是吧？知名度啊，知名度。对对对，这个暖暖，这回啊，你要剪出最好的作品，拿到村委会去评选。暖暖，好好努力啊！嗯。哎呀，这个剪纸啊，现在很多地方都不剪了，你们还在坚持，真是不容易。那。而且大家剪纸的热情都很高，照这样下去，将来一定能剪得好。是是。哎，对了，馆长，这个网是我姑娘剪的，这个是我妈剪的，这个是我剪的。全家人都在剪啊！是是是。哎，真不容易。哎，这幅比你上次那个好多了，啊，一看就是像。是是是。那馆长，你看能不能收藏？还得努力。这个剪纸啊，它有几个特点，一个是圆如秋月，坚如麦芒，方如青砖，缺如锯齿，线如胡须。主任，主任，主任。你这个剪纸啊，形似而神不似。形似呢是剪纸艺术的基础，形神兼备才能体现出剪纸艺术的功力。不是馆长，王馆长，你看着，你说着吧，我也不懂，我就想问一下，那外国人的审美艺术跟咱们这剪纸的艺术？它是不是一样的呀？艺术是相通的，都差不多吧。哎，对了，上回那个买暖暖作品的那几个外国人，我在县里参与的接待，啊，他们买的暖暖的作品我全部都看了。暖暖的作品，那才是真正融入了全部的生命热情。哎，真是好。馆长，我问一下，你接待的外国人什么时候来呀？哦，我是说你接待的外国人什么时候来？来吗？不是，不知道啊。哎，不是，馆长，那外国人走的时候，不是还说什么过得来，过得来，那不是还得来呀？怎么说的？不是他们说什么那个，过得来，过得来，是不是说 goodbye goodbye？ 啊，对，就这个。你可太逗了，你！人家说那个是 goodbye 是再见，不是用中国话说就是再见的意思。再见？不是，他们不来了，人家没说再来。再见？那你说，这外国人
是不是把咱们都给骗了呀？你呀，就是想发财想疯了。哎，谁不想发财呀？那现在这外国人都不来了，那还要这有啥用呢？哎，大厨，干啥呢？暖暖姐夫，那是没办法。人活着就得有点事儿干。捡花是暖暖要做的事儿，捡花就是暖暖的生命。暖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捡，所以她捡得好。她捡好了，捡出水平才赚钱。可是你们大家，啊，你们是钻在钱眼里了。捡花在你们的生命里占了多大的地方，又给了他多少汤汤水水。咋了？今儿这村委会呀，我算没白去。人的话，让我明白了个理。人呐，干啥事都得用心，不能光钻到钱眼里。双喜字吧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了。